今天我们重温旧梦，吃一个东北烤肉。这个牛油块先蹭一下锅，这样更香。那个其他的烤肉你们要吃吗？我感觉这一包有点不够，我们单位这些婆娘吃。这婆娘家吃肉太凶了，吃的太凶点什么？好香啊，好香啊！放一点洋葱，撒点辣椒面。来一把小香菜，哇，好香啊！先来一口，利用高科技手段点的煎饼。很满足。哎，有人吃吗？有。显得显得，这真的好好吃啊！这一把。不用拿碗，你们直接拿这个包一个，贼好吃。谢谢。什么谢谢？自己包。可谢谢，道德绑架我呢，在这儿。从来不动筷子的。哇，这个卷饼真的贼好吃。包点皮子。叠得很，叠得很。回。哇，这个小饼子绝了呀！回。啊，包太多了，吃一口纯肉，哇，这个包的也太大了，给蓝女士包一个吧，快点给蓝女士送过去，好好好。最后一个我就笑纳了，这个太多了，我得用两张饼相互扶持一下。中，嗯，那好像绝了，好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我们下一期见。